Thank you 十一月六日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进入冲刺阶段，川普力图把非法移民变成关键话题，动员保守派选民支援共和党。川普的推文说：“移民对于作为总统的我来说，比贸易更为重要。”并威胁要以军队关闭南部边境。二十九日在接受 Axios 采访时表示。 过去总有人告诉他，要想取消出生公民权，必须修改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然而事实上并不需要这么做。川普三十日还告诉《纽约时报》，当然可以通过国会法案来做到这一点。但现在他们说我只要签署行政命令就可以。从边境安全到出生公民权的争议，是否意味着中期选举将带来美国移民政策重大修正？面对中国国内政治持续高压。 许多中国人正在设法逃离中国。美国中期选举的移民话题是否意味着中国人移民美国梦正在变得越来越难，或将要破灭？在川普指责几乎所有中国留学生都是特务，和 FBI 局长说没有任何国家比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更大，中国是 FBI 反谍报工作的首要任务背景下，移民问题的热议是不是预示美国会出现新一轮排华法案？ 民进火拍将于美国东部时间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日上午十点开始全程直播中国研究院第六十七次研讨会，谈移民美国以后只是梦，新的排华法案会出现。这次研讨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对移民问题的态度是什么？移民问题为什么被川普抬到了中期选举的中心问题？它是一个美国必须面对的真问题。 还是一个为了选战需要而谋划出来的政治噱头。在讨论移民话题的出现是否会导致移民难题出现，最后要谈到的是，在已有的中国间谍话题背景之下，移民话题的出现是不是可能导致新的排华法案出现？ 参加讨论的嘉宾有美国职业律师高光俊、李静静、中国博客作家何碧、民进火拍主持人陈小平、民进新闻观察员何平，一同主持研讨会。中国研究院是二零一三年在美国联邦注册的非牟利机构，以研讨中国和世界问题为己任，并出版了多份研究报告。